好，这一集呢，就是介绍一下我个人教学网站里面啊，只讲一个东西啊，就是知识宝典开眼界啊，到底有哪些东西啊？因为我网站呢、啊，把它弄成3-4个单元啊，有3个是教英文的啊，只有这个啊，这个不是教英文，就是尝试的啊。但这一集我会放在教英文里面，让大家也知道一下啊。先只讲这个，因为这个量特别大啊。因为我的网站呢、啊，就是 Ronald's Teaching 啊，打进去就进来啊，就看到这个东西。那这都不管，就你就看第一区啊，因为第二区、第三区比较慢，我还要破解，因为它载入 YouTube 的画面啊。第一区就比较没有 YouTube 画面，就比较快。所以这一集讲的就是第一区啊。其实3区都一样，只是界面画面不一样，所以大家下次看第一集就看这个啊，这集就讲这个啊，第一个啊，讲尝试知识的啊，从2到34都是教英文的分门别类的啊，因为我 YouTube 有17个频道，我弄这边把它画细一点，一共34个啊，知识宝典看一件，你用手指或滑鼠啊一点进去了啊，这边是不到一秒啊就进去了啊。因为没有 YouTube 画面，这些照片啊，这些东西倒不花时间。像最糟糕就是，视频是最慢啊。那 YouTube 它也不算视频，它只是连接。可是 YouTube 它里面有很多载入东西，我们一般人可能不清楚啊，所以那个比较慢，还要破解一下。啊，进入知识宝典开眼界啊，这一集讲的是这样的东西啊。那你没有多少东西呢啊，就是一进来你可能觉得哎，这五花八门搞不清楚，反正这个中文字你看得懂啊。啊，它是第一区，哦，你说这个第一区是这样子啊？第一区有几个题目呢？100个题目，啊，100个题目，我们这样快速拉下来，啊，就是100个题目啊。那100个题目是不是100个视频？不止啊！你看，有的一个题目就4个视频啊，有的上中下，有的就一个，就是1到8了啊。这个正常来讲就是上中下比较多啊，所以实际上它的视频呢？就可能有，我看大概300个可能有啊，但是100个题目啊，所以等于是 YouTube 上面等于是300个啊，等于300期，但这边是100个题目啊，那这第一区啊，那每一区按绿色的，就是我们随便按一个啊，4:1啊，我们就这边3秒钟啊，就点到 YouTube 可以去看啊，如果你用电脑，你也可以滑鼠右键啊，开新的分页也可以啊。然后这是等于4:1，四者等于1到4级啊。那你要看文字，我们按一下啊，因为这是视频啊，你整天都要看 我这个视频的画面，还有我的声音。那如果你要看我的文字稿啊，因为 YouTube 看不到文字稿，只有在网站，我个人网站才看到啊。这个认识各国国籍等等，这文字稿 PDF 啊，这边有缩小放大，你也可以缩小啊，也可以放大。好，我们再把它点回来。啊，这一集是这样，这第一区有100个题目啊，每个题目有也许有好几个不等的啊，上中下什么。那第二区呢？哎呦，第二区又是100个，我们再点一下啊，这第二区啊又是1秒不到啊就进去，啊，你看又是从这边就从101开始啊，啊这边200个啊，200个，那200个呢？200个的话呢，啊还有第三区。啊，第三区我再看看啊，第三区啊，这是，哎，点一下啊，时间，哟，第三区怎么时间比较久啊？这网络状况没办法控制啊，就是花了好几秒时间，讲就201开始，201开始呢，啊，最后到啊，目前做到281啊，所以目前有3区啊，那3区呢啊，这个，然后啊，就有3区，那我们再回到这边啊。所以这是第一区100个题目，第二区100个题目啊，第三区80几个，目前做到这边。但实际上视频呢，大概600个啊，可能600个跑不掉啊。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另外还有世界遗产篇啊，从地图看世界，中国奇人系列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是1、2、3区都比较杂的啊。但是世界遗产专门做一个，我们比如说按一下啊，那世界遗产篇把它按进去。那世界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，就亚洲篇有哪些啊？有哪些那个世界遗产？欧洲篇、中国篇、意大利篇等等等等啊，每一个你按下去啊。但是这边是文字教材啊，比如说按一下啊，它就有这个文字教材就跑出来。
因为那个很多集啊，给他跑一下啊，他就进来了啊。然后你要看亚洲篇视频，第一集是什么？第一集是啊，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这亚洲嘛，第二集什么的，这文字写出来，那你视频啊，你顺便点一下，他就连到啊，连到 YouTube 画面去啊，就开始看啊。啊，这个叫啊世界遗产篇。那这个地图看世界，我们点一下啊。地图看世界什么东西？就是增长大家地理观念啊，比如说从地球看世界，从地球看亚洲，从地球看欧洲。按绿色就连接到 YouTube 视频看，按红色就是文字教材。比如说我顺便按一个从地球看世界，按一个文字教材啊，它就出来了啊。那你可以下拉了啊。啊，这个从地图看非洲啊，啊，地图看美国啊，看英国跟德国的，当然这个还没有做完呢。目前做到啊32集啊，然后呢啊，最后一个是啊，这个中国起源系列什么东西，就是啊，就是中国啊，从古到今啊，一些很特殊的，非常极其特殊啊，史达开啊，吴建雄的，你有兴趣就直接看啊，这连接到 YouTube 视频啊，一样红色字文字教材。啊，这些哒哒哒一大堆啊，这些有的科学家啊，有反正都是这个，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特殊啊。目前做了不到20个啊，会继续做下去啊。那现在主要是要讲这个，就是山区啊，我这边只是唱名啊，因为你就知道一下哪些东西啊。当然你有兴趣，你就看一下我唱个名啊。如果你没兴趣，觉得说啊，我自己看，我懒得听你讲，那你就退出去啊。你看这第一区啊，有100个。你看，我们就唱个名，从啊，第一集认识各国国旗啊，啊，认识美国11个，美国现在11个啊，航空母舰战斗群啊，不是11条战斗群啊，啊，一个战斗群就一个航空母舰，然后配10几艘、20艘各种舰、各种船舰还有舰艇啊，那个航空母舰到上面飞机啊，这个很大啊，逐渐被遗忘的推翻满清的革命元老啊，所以孙中山不是最资深的，还前面还有大哥啊，这一般人搞不清楚。啊，这边解说了007啊，好像演了20几部吧，每一集我分析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我个人见解啊，意大利人鄙视讨厌，看不起法国人，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等等等等啊。啊，认识人体免疫系统啊，当然这些有些是啊，我这是参考这个维基百科啊或者其他网站，那有一些是我独特见解都有啊，大杂烩。啊，但一定都会有个人，我个人主就是客观的数据啊，客观的资料，然后我有主观的判断啊，这样。而且是中国少数民族，好像50-60个少数民族啊，对，都有一些照片啊，还有一些文字啊。啊，家庭卡拉 OK 啊，目前国语歌排名前100名，它的变动不会大啊，所以这个不会说啊，你这个月看了，下个月完全不一样，变化没那么大。从照片了解白宫啊，这一集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，我这边算比较彻底的介绍整个白宫啊。它的白宫跟我们想象中的建筑群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唐顿传奇小说乔兰克啊，虾子可以做出哪些虾料理啊？啊，梳理蒙古人的3次西征、4大汗国跟黄金家族啊，这是讲历史的。啊，荷兰这算尝试啊，国际尝试。荷兰有哪4个宝贝啊？郁金香啊，什么这个木屑什么等等。啊，透视这个客机啊，我们一般的打的客机，它的构造怎么样？啊，唐朝一个中心名将郭子仪很怕一个，这个是历史小典故啊。啊，认识常春藤啊，美国常春藤有8所名校，哪8所你进去看一看？啊，著名的童话故事啊，出自哪里啊？传说中的外星人、幽浮种类啊，什么叫爱物质、爱能力啊？这是算科普的啊。杨家将应该姓，应该是刘家将，他本姓刘啊。欧美为什么歧视中国人？像这个就是我主观的判断，我个人的看法啊。啊，谁是中国的楷书啊？谁发明的啊？苏东坡，我们欣赏两首有名的词啊。啊，黄埔军校啊，是俄国人建立的。说不对啊，蒋中正建立了啊。你去看看我内容在讲什么啊？就是当时精英啊，啊，这社会有名望，他们眼中蒋介石啊，基本批评都不好啊。啊，兵跟卒跟有什么不同啊？啊，唐人传奇小说射影娘。啊，美国军队现在有几10个上将啊，就每一个介绍啊，它的变动不会太大。当你过10年来看，可能人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主要是讲它的编制啊，军种啊，啊，常见牛肉食品啊，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啊，翠玉白菜跟肉形石是怎么来的啊？其实这两个不是宝贝啊，那我里面也会提到真正的宝贝啊，大家搞反而搞不清楚。
而且是古英语，跟现在英语完全不一样啊！认识中国四大菜系，当然又讲八大菜系十几个菜系啊，最原始四大菜系啊，认识中国，各个朝代这个很简单介绍一下。那围棋九段怎么来的？日本围棋从中国来的啊。然后报社啊，报纸有采访到出报有哪些流程啊？认识中华民国的国画的国宝有哪些啊？这个一般人可能不清楚。这也是科普啊，认识比热，什么叫比热啊？精英眼中的孙中山啊，这个很多也是批评啊，评论是不好的啊。主流国家啊，就英美法啊这些，德国啊，为什么越来越讨厌中国啊？你可能不知道四字成语啊，这做了八集啊。美国有哪些宪法修正案啊？这个也是一般人可能不清楚的啊。美国跟英国说兄弟啊，也不见得，他有很多恩怨情仇，这边做一个总结啊。民国至今有八个政府啊，这个有人好奇说哪八个政府啊，是不是胡说八道啊？你继续看看就知道啊。扑克牌老 K Queen 啊，还有 J 啊，到底是他有真人啊，但有些虚拟的人啊，但是他有都代表的对象啊。这边介绍那个摩斯密码啊，不是摩斯汉堡，摩斯密码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一代宗师这个电影还有设计啊。他是很有名电影，他的角色的原型啊，他当时故事啊，让他有一个角色真实的人物啊，是哪些人啊？雍正王朝当然很好看，可是里面很多是虚构的，很离谱的啊。那我就列出来大概十个很离谱的地方啊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唱歌，而且我蛮会唱的啊，已经到有点专业的水平啊。那我也了解音乐，所以我这边敢讲这个，了解唱歌音乐调 key 发声部位啊，这个我想不会太外行，专家来看大概也会觉得啊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啊。三国时代的我认为第一超级谋士啊，叫贾诩啊，不是诸葛亮啊。世界各国平均所得排名啊，这个国家等等介绍啊，世界各国的国花，美洲哪些主要国家啊，欧洲啊哪些主要国，它的国花啊，这也是长一点的知识。然后了解美国 NBA 目前有30支球队啊，当然也许可能会变31、32，不一定啊。介绍球队啊，地理位置啊，台语布袋区云州大陆下，它是大陆区啊，里面都是大陆的啊，人物什么东西啊。这是讲法律的啊，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啊，审判权差别在哪里啊？卡拉 OK 你要怎么唱的高级，就是一般唱啊，卡拉 OK 就随便唱啊。那我这边教大家啊，怎么样唱的比较有意思啊，专业一点啊。这一窥世界有名的高山啊，世界最贵的几艘豪华游艇，每一艘都贵的要死啊。再谈卡拉 OK 怎么调 key 啊，很多人唱卡拉 OK 不调 key， 很多年轻啊，这个歌一来就放就唱，哎，那真是太外行中的外行。而这是计算机的完整功能啊，如何让外国语言喜欢你，这一道我主观的看法。何为24啊？中国24个节气啊，介绍一下啊，快速了解唐诗啊。我一分钟可以打130多个中文之后，介绍我打的方法啊。抖音 TikTok 啊，这个很多莫名其妙啊，这个现在已经不太看了啊，这里面荒腔走板的太多，把它归纳一下啊。欣赏这个中国文学家小这个散文家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。啊，这边是财经的啊，因为我当过记者，我对采访财经很多年，所以我对财经啊、经济啊、这个财政啊这方面不算外行啊。啊，股票市场起源跟争议啊，度量衡的换算，美国联邦政府有哪些单位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啊？言论自由的必要与界限啊，怎么样看谷爱凌现象啊？故宫博物院的真假三宝，哎，怎么会还有假的宝嘛？你进去看看就知道啊。认识稀土啊，什么叫稀土？它不是土啊，当时金属从土中提炼出来的，贵的要死，很稀有。可是高科技产品呢，没有它不行啊。为什么民进党会经常胜选啊，以及执政啊？比较政治方面的啊，为什么叫武当山？为什么叫少林寺？为什么叫峨眉山啊？美国历任总统一些小故事啊，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么多信徒啊？伦敦啊，有个白厅的英国政府啊，英国有哪些著名文学家？英语的起源及演变啊，这个是天气啊。高气压、低气压跟寒流、台风的关系啊，认识房地产开发流程啊，唐人传奇小说《昆仑奴》啊，国剧中生旦净末丑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基督教、回教、犹太教其实三教合一啊，其实应该是五教合一了啊。基督教哪些教派啊？张飞啊，不是武夫啊，他是武夫啊，但是他其他是文武全才。那什么叫得年、享年、享寿、享其寿、享松寿啊？差别在哪里啊？你分得清 GNP 啊 GDP 差别在哪里啊？
这经济财经的啊，现在中国有哪些悲哀啊？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。现在的酷刑啊有哪些啊？瑞士各国钞票啊，这边做六级啊，解析啊，蒙古啊，就成吉思汗他们黄金家族帝王世系啊，啊，朱九族到底是哪九族啊？啊，亲的怎么分？啊，这科普就是生铁、熟铁有什么差别？还钢不锈钢啊，都是从铁过来的啊。认识全球货币种类啊，利率。而雍正他其实我的看法他比康熙雍正都强啊，所以这是100个题目啊，每个题目可能有若干集啊。那我们很快的看那个第二区啊，第二区啊，比如说从101开始认识中华民国宪法，认识全球三大博物馆中的大英博物馆啊，认识牛排是牛，各种牛排，沙朗啊，菲力啊，什么纽约客啊，什么是牛，哪些部位啊，认识各种食用蔬菜，很多蔬菜都外国来的，反正有个湖啊，有个溪啊，有个羊啊，蔬果啊都外国来的。认识各种掌纹啊，脸部皱纹啊，法令纹啊，什么纹，还有这个人鱼线啊，什么一大堆的啊，各种掌纹啊，神秘线什么的啊。认识这财经的存款准备率跟重贴现率啊，这一般可能搞不太懂。啊，这边介绍礼拜两所名师啊，啊，认识法国的美食，法国哪些大菜有名的啊。诺贝尔和平奖历届得主哪些人？为什么得奖啊？认阻尼器啊，这是大楼的，像那101大楼里面阻尼器，这是地震来说不会晃得很凶啊。而刘备关公张飞啊，吕布真实身高啊，认识这是盖大楼的时候建蔽率啊，容积率到底是啥子东西啊？认识美国50个州跟他50个首府啊，认识液晶啊，易晶啊，易晶电视啊，还原宰相刘罗锅的真实面目，他到底什么人？那其实他的个子很高啊，他也没有驼背啊，啊，他们所以很多电视啊，那胡搞瞎搞。认识常用啊，因为这个子高就有点驼嘛，那有点驼，个子高，他大概190左右啊，不是电视剧那个小矮个啊，啊，这个个子高是驼一点，那你不能说他驼背啊。啊，认识常用好用的粉状调味料，这有很多照片在里面。认识磁浮列车啊。霍元甲、黄飞鸿啊，叶问真真假假啊，里面有些电影啊、小说里面很多胡说八道的啊，因为我是讲事实啊，认识这个科普啊，这个伦琴的辐射单位、伦琴距离啊、各类这些东西啊，然后读一下朱自清的背影啊，啊，赵匡胤黄袍加身是跟谁学的啊？苏武其实被关在苏尔，他关在木苏武木什么什么什么。他是北海，关在北海啊，其实在苏俄啊，认识影片照片的解析度啊，历史上有哪些真的假的女将军啊，花木兰有没有不知道啊，什么杨家女将的胡说八道没有啊，但是有的真的有女将军，像富豪啊，就商朝的真的有啊，联合国哪些旗下组织的很多啊，啊，讲这个讲人的影响人生，我们说算命的啊，命理啊，一命二运三风水啊，后面还有什么四积阴德五读书啊，一般讲十个十几的，啊，这个跟前面有点重复啊 ，GNP 跟 GDP 有什么不同？啊 ，NASA 这个航太总署啊，他的教主啊，就是他的领导人负责人，其实是德国神秘科学家冯布朗，这个也是天才，天才中的天才啊。NBA 哪些球队啊？一些不守为玉的中国字究竟什么意思？啊，世界各国男人女人的平均长相，因为外国有做过啊，做过 morph 啊 ，morph 就是做过像动画那样子啊，然后看一看全世界现在最先进是第五代战机啊，第六代战机还在研发中啊，最先进的，就是逆中看不到它，雷达看不到它，了解人体内什么叫五脏，什么叫六腑啊？啊，了解太阳系八大行星，九大嘛，有一个已经没有了啊，冥王星没有了，太小了啊，它的行星比例啊，了解美国，什么叫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般武艺啊？外国十大最美丽的女星啊，就是有一些外国杂志他们做过评选啊，那口红怎么做的啊？大型交响乐上到底有哪些乐器啊？弦乐器、管乐器啊，什么敲击乐器一大堆啊？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有四次了，介绍怎么有四次了？啊，这边讲中文常见的一些错别字啊，一般常写错了。然后还原关公真实面目啊，关公有些地方啊，不像我想那么伟大啊，他也是好色了，也喜欢女人了。好，这都是古代的历史有记载的啊，不是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啊，中国台湾日用语啊，有些差很多啊。
台湾说晚安，中国的晚上好啊，就收集了很多这个用语不同啊，中国著名的五大石窟莫高窟啊，什么一大堆的新疆的石窟啊，啊，中国功夫宗师啊，真真假假，有些真的有些假的啊，中国古代人跟现在谁个子比较高，做了一些考据啊，然后认识一些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字啊，中国古代哪些大战啊，中国古代哪些知识分子他认可的神仙啊，这只做一点点。啊，中国古代经书有哪些典籍啊？经典书籍啊？啊，中国古代有歌舞秀，可惜没有视频啊，没有录音带传下来，但是有文字记载。啊，中国各省啊，二十几个省啊，啊，这个还有自治区啊，啊，平均的啊，人均的 GDP 啊，就收入啊。三皇，什么叫三皇？什么叫五帝啊？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可能是错的，根本就错的啊。为什么？你进去看就知道。啊，真的有没有张大帅啊？啊，维基解密中有关台湾政治人物说啊，里面就是有些很丑陋啊。中国四大菜系啊，跟前面、有的是重复了啊。中国各省名称的由来啊，为什么叫山东、山西、云南、贵州啊？为什么它都有一个来源？啊，中国多少种面哇，多了去了。啊，中国哪些复姓也是哇，一两百个跑不掉。啊，中国百年动乱，这也是我主要的看法，有三个半罪魁祸首啊。当然你同不同意，你看了之后你可以同意可不同意啊，这是我根据事实啊做一个主观的判断啊。中国史啊，就是比较是现代的史啊，不是蔡伦发明的啊，改良的啊。中国书库很多是舶来品啊，中国复兴的名人啊，中国百年来我认为教育错误，这是主观的啊，我个人看法。那中国说五胡啊，五胡乱华，五胡十六国啊，五胡都住在现在哪些地方啊？什么叫二十四史啊，又有人叫二十五史啊，啊，到底是哪些书啊？历史书？什么叫五胡十六国啊？啊，中华民国、啊、从这个民国元年到现在，到底出了啊多少位各种的总统？为什么叫各种？也就是说不是总统啊，啊，人多了去了。啊，什么叫台湾地位未定论啊？台湾到底算不算国家啊？这边做了一个介绍啊，也可以算，也可以不算啊。什么是诸子百家啊？中华料理各种技巧。什么叫五眼联盟？就是白人呐、啊。白人有五个国家五眼联盟啊，大家常讲什么叫修习底德陷阱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谈民国军阀啊，这个天主教这些啊，六教合一啊，这个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啊。少林寺是不是老外兴建？可以说是啊啊。抖音社交平台最低级啊，水平最低的十种情况啊，这边做个这是我主观的看法。毛泽东谢谢日本人，为什么要谢谢？请进去看啊！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是个女人啊！世界十大军火公司啊，每一个都是，所以很多这个高科技啊，啊，这个最优秀人才啊，不一定上亚马逊啊，到比尔盖茨的这个什么，到苹果啊，不一定啊，很多优秀跑到军火公司去，但是很隐秘啊。事实上并没有美国，为什么？进去看就知道啊！世界哪些民族啊啊历史最悠久啊？认识一下世界各国谚语啊，有哪些啊？主流风格啊，建筑风格的建筑的 啊，介绍世界前二十大公司啊，以这个营业额或者以股票市值是不一样的计算基础啊。啊，世界前二十名啊，女星、男星啊，好莱坞的啊，世界贫富差距的境况的真相啊。看啊 ，OK， 最流行的一百首，我这边有国语歌跟台语歌啊两种，这边国语歌，古代哪些星球啊？台湾什么时候开始吃面？台湾人本来不吃面食的，只吃米啊。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台湾著名有哪些小吃也是很多啊，里面弄了很多照片啊。台湾有哪五大山脉啊？台湾有个奇观，小国家是大政府啊，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。台湾差点统治日本四国啊，日本有本州四国、九州一部分东西大阪啊，为什么？这有历史的根据啊。什么叫四库全书啊？外国女人喜欢讨厌什么样亚洲男人啊？这个然后介绍什么是打坐啊，什么是双盘啊？最后我们看。我们就把第三区稍微再念一下啊，民国有名的人，他都沾亲带故的啊，人家你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应该是他的阿公啊，这个是谁啊？用电度数啊，瓦啊，什么叫瓦？什么叫千瓦啊？白手文其实黄种原因啊，了解中国各朝代啊，乒乓球我自己乒乓球打得也不错啊，弧线球我打得不错啊。啊，介绍一下怎么打出弧线球，就是一般职业啊，职业半职业还打得出来，一般人不会打平平的啊。全世界最有钱的十个人啊，全球各大城市生活品质的排名
啊，全球四大情报组织啊，有哪些？全世界有哪些奢侈的名牌？啊，《冰与火之歌》啊是美国人写的，但是讲英国历史啊，各国人平均身高，荷兰最高啊，啊，在荷兰只要身高不到183，就算矮的，啊，各国汇率的货币的汇率怎么算出来的？啊，各种维他命的功能。啊，地球上并没有一轮三岛，你说二岛可以了，说四岛可以，没有三岛。地球为什么会有四季？因为地球是斜的啊。啊，多数人对状元有时候误解啊，历史上就正式的记载他没有状元啊。好莱坞那些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明星啊，啊，好莱坞有哪些英国女性、英国男性啊？然后这边是介绍几个好莱坞超级超级的大导演，斯蒂芬·斯皮伯、约翰·福特啊、威廉·惠勒啊，这个如何成为撞球高手？因为我觉得撞球啊、乒乓球啊这几个打得比一般人好很多啊，啊，然后怎么样唱歌唱得好听，因为我自己会唱啊。我从男低音唱到男高音都可以啊，这个很特殊，那是发音技巧，就是产生共鸣啊，怎样培养贵族的气息啊，啊，介绍店啊，这科普什么叫安培、福特、刘明啊、欧姆啊，老上海七大歌后，这怀旧的啊，自来水厂是怎么样供应水啊，从原水开始，啊，西蜀八王为什么叫壁上观啊，项羽有多厉害啊，然后佛教哪时钟啊，然后介绍你不知道六种茶叶啊，你不认识的中国方块字啊，然后这个你不知道的 COVID-19 啊，有些资讯你不知道啊，像这个到现在都还适用啊，你看不到的圣经啊，圣经不是只有旧约新约，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版本啊，这一般人搞不清楚啊，现在新型的伴唱机啊到现在还适用啊，这到底哪些新功能啊，快速了解唐诗啊，然后这介绍我这个网站啊，然后亚洲人应该学习西方礼仪及习惯啊，两岸民众现在越来越无知了啊，岳飞其实杀了不少汉人啊，不是他本人杀，他军队啊，为什么叫东坡肉、宫保鸡丁、大钱子鸡啊，张大钱嘛，一个宫保一个官嘛，苏东坡嘛啊，状元榜眼探花怎么来啊，真实名称是没有啊，正式古籍是没有啊，介绍白居易的长恨歌啊，为什么叫蓝色多瑙河呢，其实它也不止蓝色，它有各种颜色啊，什么叫孔方兄啊，为什么钱叫孔方兄啊，为什么 Costco 为什么它好事多商品为什么那么便宜啊，然后美国五十州的州名啊，为什么叫阿里巴巴，亚历山大州为什么德州呢啊，最好的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在哪里啊，啊这个写错了，这页嘛这没有改过来啊，认识粒子这算科普啊，粒子像最小的是夸克啊，啊美国为什么那么哑巴了，什么原因啊，啊介绍唐人传奇小说昆仑奴啊，啊，纸张怎么样造出来的啊？美国为什么要感谢希特勒啊？美国历任总统小故事，啊，美国总统大选为什么它有哪些独特的制度啊？这玛雅人呐、啊，印加人呢、啊，其实还有其他的啊。今天介绍这两个古代的有什么不同啊？然后比较网络上啊 ，IMDB 他们比较高评价的美剧及英剧啊，然后中国吃的啊，真真假假等等等等啊。然后看病啊，你什么病什么症状，看哪些科的门诊啊，然后这个卡拉 OK 台语排名前100名啊，常见物质的比重啊，推背图可别相信啊，啊这认识中文的歇后语啊，兔子跟着月亮走沾光啊，认识中国无数个少数民族啊，啊然后这个啊为什么中国老是学不好英文啊？等等等，当然有一些是重复，因为东西多了啊。当然有一些也漏掉，有少数在 YouTube 上有，这边要漏掉啊。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整理。啊，所以这一集就讲这个东西啊，知识宝典开眼界有这么多，有这么多东西啊。这一集讲到这里。